你讲电招爱来上一个课，所以我咧想，这甲大家啊，要做一个公务人员，做一个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，大家拢爱有这个观念，所以我才咧啊，安尼好，无咱就要用公共事务甲成本的观念，甲大家来做探讨。啊，先要甲大家，什么叫做公共事务？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我会讲了较紧一丝啊，无要紧。恁若要 PowerPoint， 会使摕随身碟去咱同心遐个课，拢炸登去啊探讨。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公共事务是啥物？咱头前啊一课拢有去啊讲。有一公政策，诶，啊，诶，讲一部分啦，啊，这就是讲做代志的时爱去成本啦，啊，上重要是啥？一切为百姓设想，老来参加咱的新春啊。大会的时候，一月初有来，咱的主轴是啥？拢是为百姓设想，所以啊，拢要解决人民的问题，甲满足人民的需要，吼、哦，啊来，互这个社会啊，较安和乐利，哦，有这个。啊，扶持啊，啊个保障啊，国家安全，这个就啊，咱这个活动啊，啊定出来这个啊，甲咧执行这个啊，咱拢个工作公共事务啦，应该大家拢了解，用建设咱。季博士跟你甲大家讲，拢我足清楚，咱的目标啥？目标拢是人民嘛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要来了解讲，甲成本有啥物关联？啊，甲啊的想法，啊，咱即摆过来看，咱要来。先爱认识这个成本啊，啊，进一部分来管理成本。啊，成本大家拢足清楚啦。啊，若较简单，要做一件代志，爱付出你偌济钱啦。那你想讲吼、哦，咱一定啊有这个因素，爱考量讲，若要啊，这爱。付出你偌济钱，这就是讲咱成本的观念。好，啊，咱过来看这个，要搁甲大家讲，成本啊，就是叫做支出啦。咱要做什么代志？哦，支出，支出啦，咱支出是那依照这。会计甲管理会计的原理来讲啊，分到两部分啊，一个是资本的支出，甲收益的支出。吼、哦，啊资啊，这就是讲无用了的成本啊，啊，就是变财产啦。啊，那是用了的啊，
都是啥变费用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关系啊，有的是啥损失，因为你咧执行过程，啊，是咧生产的过程，无百分之百拢无这个损失的，无这个浪费啦，这个、浪费实际上。我有啦，所以讲，咱我爱有这个观念，吼、哦！你即马会支出啊，分到啊，这个资本的支出，甲所以支出，哦啊，所以支出没有耗用完的，就是变成资产，哦啊已经啊耗用的，有相对的啊收入。的产生啊，那么我们就把它收费用啊，那没有相对的产生啊，都、就是损失啊。咱啊，这我爱和大家知影啊，这两个差别对待，那依照会计制度啊，拢是一年为单位哦啊，这个是一年或是金额重大。因为安怎金额重大，今天讲买一台啊，支出买一台机器，哦，几啊百万，啊这个金额啊做一年费用甲开出来，安尼会使哩袂使？袂使哩嘛，所以叫做唔只讲有这个分，这个结果的思想出来。好啊，这就是这个观念吼、哦。啊，一年啊，甲这个啥，甲这个叫做那支那一般啦，叫做收益的支出啦，就是无超过一年啦。啊，就是啊，伊的经验啦，足少哩。啊，你大家讲一个，因为早起来听课的时啊。咱个叫做啊，季教授啦，啊，季博士啊，有咧讲一件代志，我去想到啥物？美国国防部伊研究一个叫做成本啊，伊叫做产品寿命周期成本化，因为。那这个的安怎发生的？美国国防怪，咱编的预算，当年拢咧无够，是安怎？因为伊爱维持迄个武器正常使用的效率，直直开落去。诶，甲我来讲，是毋是咱要采用这个时阵啊？都要想到讲，这个武器的寿命甲啊维持使用的效率，爱到偌济？迄阵咱研究出来讲啊，这个武器足好嘞，足准嘞，但是伊无考虑讲。产品寿命成本这个观念，这个伫学术中间呐、啊，这是美国国防部甲尾才推出来，啊，所以伫这个管理界内底啊，啊，会有叫这个啊产品寿命成本这个观念，好、哦，啊，这是予大家啊稍啊清楚讲。咱今仔日要甲大家探讨的观念是啥？因为阿摆个拢做监督的，管人的，阿咧管财务的，所以大家头脑拢爱去有这个观念。好、哦，我予大家知影吼、哦。啊，咱啊，当然。这啊，
大家看者就好啦吼。啊，我啊无要阁啊，阁讲较讲话吼。咱今日要来讲吼，成本管理的重要性，分到啊几点来讲啦？吼，第一就是讲有先天的限制，咱台湾迄个叫做天然资源有偌济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咱的财富有偌济？那以家庭来讲，啊，你有厝无？啊，有现金无？啊，有车无？吼、哦，类似安尼吼，这但是这拢是安那，拢有限的。咱台湾袂使甲美国比啊，吼、哦，也是袂使甲迄大国巴西，哦，伊那足大嘞啊，吼、哦、来比，即伊个天然资源啊，拢无共款，所以咱要啊成本管理啊，咱爱要做这个公共事务的时啊，那爱有这个观点就讲。先天性，咱要先了解。过来，决策的，要定这个决策啊，拢是爱安怎？按照迄个程序啊，要得到倒一个目的，啊，要采取倒一个行动的过程。啊，首先就要考虑到讲裁员嘛，吼、哦，咱有这个裁员了。哦，有这裁员，咱当然来做。啊，必须得有安尼交代。咱接政以后，要啊一致的形成啊，要甲东部啊，甲咱这个叫做西部，拢要分。啊，有诶无接诶所在，甲专线啊、高铁甲接无头，两年内要完成。好、哦，这样爱互大家有这观念。好、哦、啊，当然这拢是爱考量着啦。过来，这个是成本管理，爱搁去考虑着。啊，终极目标是虾米？吼、哦，啊，咱因为企业是要要求价值啊极大化，啊，咱国家的政策啊是要啥？国富民强，是啊，民众最大的幸福。咱啊无这个目标，咱大家唔免坐到家，和国民党去做就好啊，大家足拼嘞。目标是啥？乌白来嘛？你看，拢偏袒财团，什么代志，拢政府去哦财团绑架啊 ！EDC， 好、哦，这足明显的，这包赚钱的阿公。安尼，好，都一人去做啦。有诶，包趁钱诶，讲金鸡母啊，台北市银行啊，何苏林，这拢是虾米？大家去想就好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，咱过来看，好、哦，我们来看讲。以这个要出啊，国家支出的方向啊，是不是正确？咱有咱这个要啊，这个管理上啊，咱啊要了解讲咱国家支付是不是正确？啊，那正确啊，符合的话，咱我爱了解咱的成本管理来做基础。啊，来进行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讲，予大家
了解的吼。咱即摆讲看到讲规划啦，规划啊，足重要的啦，吼，因为执行的是即、這个在做决策的过程中啦，拢爱有规划啦，吼，来分配即个资源做有效的运用啦，吼，这个问题，咱过来看到一般啦，一般到尾啊，划分为什么？责任中心啦，因为咱要做一个控制嘛，吼，有责任中心，因为咱第三节有咱季博士甲咱讲。我的结论来啊，有讲到安尼啦，咱他都阿妹啊，咱才来讲，就是讲，你是一个行政人员，你唔是要去做事务的啦，你爱有心啦，我是要完成啦，就是讲态度有心。很重要啦，这就是咱所咧讲的，就是责任中心啦，吼，这就是咱所做的这个，予大家看者。咱即卖要阁把它划分吼来做比较吼，管理性的控制系统啊是这边有管理会计的功能啊，是这边，吼、哦，这个来拟定这个计划，吼、哦，来规划，来控制，再来考核，才回来回馈才来这个所在。那是管理会计方面，这是分析有关资讯，这话足重要。有关的迄个做消息啦、啊、来源啊、成本啊。我拢爱考量落，来再来这个规划来做预算，咱才讲这个责任中心，这责任中心是讲成本、利润甲投资，吼、哦，来做绩效报告，好、哦，这我予大家做参考。了解成本管理的概念啊，咱这就是讲，因为成本啊有足侪种啦，咱爱了解伊的性质是啥物啦。哦，这就是讲，咱要了解伊的概念，吼、哦，再来了解以后再来用多一个观念来符合。好、哦、这那是和大家看嘛，即卖就是咧介绍成本有足侪种啦，咱家己开头都有九种的成本的观念啦。什么叫做历史成本？甲重置成本甲预计成本，这是啥物？历史成本就是讲，这已经发生以后啊。拢是历史成本，咱即马有话讲咧差销，差销是啥？迄落咧差贵个代志嘛，一年后才少做做，才去，迄拢是咱叫做历史成本啦。这就是讲咧买时重置成本，就是咧买时个成本偌济。这就是时间性的问题，是即马你买的是偌济，甲惊讲，甲哪讲，顶年一月变动，甲今年底一个变动，计较一定。这就是咱咧讲，就是讲你买的是，这预算的成本就是讲，咱头都要做这条桥。
哦，咱医生偌济，所以爱特别注意讲，这个医生是毋是正确？哦，啊，咱即马流氓政府上时行最佳预算啦，因为最佳预算就不要来标了嘛，甲这个原来标的标上上低，啊，甲接起来做。做做讲啊，遐袂使，遐袂使，遐个爱个话者，啊，都拢好在咧咧做啊嘛。爱讲依法行政啦、啊，啊，这就是要予大家啊了解吼。啊，这的直接成本跟间接成本的观念，这样直接成本加间接成本。咱啊，什么叫做直接成本？就是这个材料用落去，咱讲这罐水直接成本是啥？伊这里开啊嘛，哦，啊加这地嘛，这地大这地嘛，这拢是直接一个。要做一壳，就爱一定爱有壳啊，啊个有大嘞质地嘛，哦，啊个内底水，这拢叫做直接的。好、哦，咱讲起这间厝，一定像咱看会到的，用算拢直接的。啊，间接的是啥？你要做这个，你可能爱用水要安怎来入落来？哦，啊，这个。这个是不是安那装落去？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拢算间接的成本。好、哦，这就是讲，咱我爱了解讲，直接的成本啊，咱爱有这个观念。有当时啊，咧做生意吼、哦，我定啊，伫迄个啊。那个研究实验的讲吼，讲安那呢？讲有当时啊，你要去讲出价，你爱先甲讲，我唔负担你的固定成本哦，我唔负担哦，因为我乃唔负担你的固定成本，因为我要甲你买的物件，唔是你那讲台湾。内底要销的啦，我是特别要甲你销来去另外一个所在，所以你咧做台湾的市场，你台湾就爱去负担这个固定成本。啊，我若要甲你买，我是要外销去别位，我要甲你买较少，介绍是安怎？合理的利润是啥？我甲讲安尼啦，你的直接成本偌济，就是变动成本偌济，加你的正常利润。咱要甲人做生意，袂使讲无爱互你趁钱呢。我若要互你趁钱，吼、哦，适当的利润，互你趁钱，但是。不可超额利润啦，是怎样叫做超额利润？以这个介绍跟卖多来介绍同款的话啦，这算加伊就有超额利润在。好、哦，这个观念那是爱有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你采讲的时啊，足重要。足够采讲的吼，有当时啊讲够买啊，有当时啊较硬安怎要欠啦，有个人足欠的呀，伊就讲吃要省者，吃要省者，但是伊够买物件，伊就甲这个安怎？讲好啊嘛，我买来成本足低嘞呀，啊当然我卖出来一定有利润嘛，啊大家买是讲价，
大家欢喜的。即嘛，这足重要的，吼、哦，有一个叫做变动成本啦、啊。变动成本就是我头拄我讲的，叫做直接成本啦、啊。变动这就是讲，一单位都爱用这物件啦，无这物件，变成本，吼、哦，啊啊，这个固定成本啊，就是我这间工厂开落。我爱机器，遮啊个爱固定人员，遮个拢是固定的，一个月一定爱付偌济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算啊固定成本。有这个这个，若要讲依照这个做，咱只是干来讲观念尔，咱也有个一个叫做成本。啊，变动成本法，我要采购的时候就要用变动成本法来跟你采购。好、哦、啊，有的我会接受，啊，有的不一定会接受啦。伊讲，会惊伊拍歹计数，我袂你。啊，你的物，我的物件，你若佫去卖给别人，我袂卡少，啊，都拍到卡低。有的考虑就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。有办法无？有啦，用什么办法？商标无同款嘛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叫做什么商标？咱这款叫做仙鹤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是，哦，吼、哦、啊这也商标嘛，哦，好喝嘛，吼、哦！啊有诶说好水嘛。啊，都无同款啊！啊，你卖设计卖同款啊，这样啊足简单啊。若要讲吼，有个人讲去跳蚤市场去买物件，哎，遐有百货公司的名啦，啊，迄就啥？迄就是管理上错误啦，吼、哦，迄个人。远东百货讲咧卖啥？警察咧要做服装啦。最近的电视才出来讲，遐咧卖裙啦。迄个新北市消防队的那个服装啦，他在卖那个。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？管理嘛，足重要。要提出来，你得顺的好势，有诶，迄票头拢渐渐掉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啊，大家，所以讲，这个变动成本甲固定成本啊，希望大家我拢爱知影。啊，判变动的成本，这就较复杂一丝啊。那一般咧，国讲简单的啦。咱的支出加体内，加分到变动加分到啊固定的分两半就好啊，卖个立一个半变动，因为半变动啊较复杂啦，所以较复杂就是讲生产甲某一个数量，伊举个较简单的吼，咱一台机器那做五万件。你的订单要接偌济？五万件，我有诶订单，我甲你落六万啦。六万件，你要接无？我五万一台机器，啊，你甲落六万，我毋得阁去串一台机器来，毋则会付高利，所以这都爱考量啊。这就是。叫做你若要接六万的订单的话，你就要考量是不是甲五万十块的接你。你若要六万，你阁买一台机器，啥成本啥六，迄怎啥袂接你？这都要思考哦。这点
有诶讲哦，生意愈做愈大，啊，做甲足欢喜诶。伊无即个观念啊，到时伫咧扩充，到尾也煞未收山啦。我看足侪工厂啊，上头无偌大间，真趁钱。扩充较大间一个啊，煞都翘翘啦。扩啊，就是我看很多工厂啊，啊刚。很不大，但是很赚钱。他越买地再扩充再买设备，没有几年就倒掉了啦。是什么原因？就是他没有思考，这个叫做半变动成本，没有思考下去。好、哦，这个要大家也要可控制和不可控制的成本哈、哦、啊，这下面叫做可控制，什么叫做不可控制？我们在底这类生产过程中里面也有一些啊意外发生啊。哦啊哎、那我们是属于、啊、不可控制、啊、那是正常的状况之下我们所可以控制、哦啊、咱就有时候好像、啊、机台机器定期保养，我们要加一些什么黑啦，定期保养段时间忽坏掉了，这个大修有时候没有意料到的啊，这我们一般来讲说不可控制的成本嘛、哦、这个是啊，过来攸关成本跟无关成本啊，就是攸关的都要放进来，无关的我们要去排除哦，啊，过来，可免的成本跟不可免的成本，有的可以，这些成本免算在里面，啊，有的是不可以免，一定要算在这里面的，啊，我们可以跟这样讲哈、哦，那来，哦，这里那是真大的问题啦，这里我爱。成本啊，下面叫做要跟大家说下面叫做沉没成本。咱开这间店已经投资了啊，啊，咱这设备已经开了啊，但是经营不好，销路不好，你要搁换掉，人要甲你讲来接，来要甲你接这间店，啊，你甲讲哦，我这开偌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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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多钱，我才要停啦。啊，咱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哈。啊，这个要顶让的人讲，啊，伊当然要顶让，他认为有利可图，唔才要来。啊，你都算上去了，这个成本说这个多少，这个多少，啊，我要顶让出去，要不然就免谈。伊无去考虑了下。你那这间店要开落去，你爱阁交啊管理费啦，阁交一切的费用，可能爱付一笔钱。啊，你那
有法度顶让出去，你债钱就免付啊。所以咧，考量的时啊，都爱也要考虑到。好啦，我只爱算啊，沉没成本啦，算卖算啊啦，你接就好啊。啊，其他咩管理啦，咩啊电费啦，什么爱个什么费用，拢你来付。安尼，所以这个做决策的时啊。拢大家拢爱动一寡脑筋吼，啊，所以讲这个观念啊，拢爱。啊，这个机会成本吼，咱要搁举一个例，时间上的问题吼，咱要搁举一个例。有个人讲，你来遮。工作啊，你领的钱，你投入的，啊是讲你不爱来遮做，你走去某一间啊工厂来做，你若不来遮做，你就去那边做。这边的机会就失去了。啊，这个机会，你来分析。有的人讲啊，我伫遮做三年，啊，你爱啊存100万，啊，我三年后可能。你伫遮，咱推翻啦、啊，这个又做啥？把流氓政府关掉。啊，你即马伫中央咧做在地，啊，你所领的薪水必须得讲加5倍啦。啊，所以讲，咱咧又做啥？机会成本都按呢算啊，有诶都按呢算。我伫遮开的好，也是。去甲私人机关做，做甲遐啊，拢伫遐拢无升，啊，都一个月啊，领偌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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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都家己去分析这个机会成本的。所以这成本啊，有的人呐，若未去了解啦，吼、哦、啊，你爱家己去分析啦，吼、哦、你。来遮，大家足欢喜啊！拢来做这件代志啊！啊，真正这件代志啊，以后就完成啊嘛！啊，所以讲大家以前所投入的，是正确的，啊是对的，啊，咱的这就是咱来遮才有这个机会啊！吼、哦，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。我不爱讲太多吼，要剩几分钟吼。你看啊，咱车就是讲这几点拢爱注意啦吼。啊，咱起码讲成本甲效益的原则啊，有去啊有这个观念，互大家知影啦吼。咱主要就是要收益甲成本，成本啊这个益本比较大于益啦。啊，依照这个这里面来讲啊。咱会有做编制预算的时候吼，咱有这个规定啦，所以大家拢有这本《台湾公民权益法案》。你若要编预算啊，恁就看卖啊，这个有这个规定，吼，我们只要啊按照这个权益啊，咱会有做啊。29条啦，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啦，按照排列，所以无迄个什么，无迄个要做预编的啦，啊，无迄个追加预算的啦，啊，你要做什么代志，拢按照啊预本啊本预比甲预本比啊，
来做啊。所以讲，咱用这个情形啦。啊，我即卖要讲，就是讲，咱公共事务上啦，为百姓设想，啊，咱爱有成本的观念。啊，这个就是啥？就是要啊，做好事啊，做好事啊，做对了事。啊，这就是啊，做好事就是啊，态度嘛，效率。啊，做对了事就要有心啦。啊，所以说，这股都啊，态度是啊，成就的基础啦。只要有心，就会达成。这股我都啊，伫一人力银行啊，迄阵啊，要叫我写格言的时，这头都可能有十多年啊。一人力银行，你那个脸上啊找安文燕啊，可以找到我，可以找到这个啊这股的格言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大家敢一只打拼，一定成功，安尼好阿妈啊，感恩啦，感谢啦，好谢谢啊，今日个只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继续。